26位选手在中国有川剧的舞台上大展身手，纷纷亮出自己的当家绝活，精彩纷呈。陈巧如老师现场收徒，选手泪洒现场。是什么的契机让他们成为师徒？因为我看见你对川剧的执着，看见你在做的事儿，我愿意收你。赏川剧艺术之美，品巴蜀文化之味。中国有川剧，四川卫视8月6日周六晚8:30，敬请期待。